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伙推荐一个菜，叫海米炒角瓜丝儿。现在开始做啊，用心做好菜，吃出健康来。看一下这打下皮儿啊，我这打完皮儿一个了，这个还要打皮儿。现在呢把这角瓜呢洗一下，洗净。这个角瓜呢，这个转着圈儿炒，炒的这个丝儿要长。哎，看一下这样。慢转。从切末。加点这切末，不要放太多。这个菜呢就配好了。来，进来看一下啊，润一下勺。先把角瓜丝炒一下。加入盐，这些味精，来，朋友们往前看一下啊，把这个角瓜丝啊炒成七成熟，它滴出这么些汤啊。角瓜丝呢炒完不能洗啊。现在呢看一下，加入油，重新加入油，油量不要大，适量，把这个海米炸出香味儿，放入葱姜末，放入料酒，少点一点点盐就可以了，不要多啊，这个口是正好的。现在放入蒜末，加入调料油，这些炒好了，关火，咸鲜，突出海米味儿，这个菜的特点。好了，有什么需要网上留言，谢谢诸位观看。